哎呀，起床啊，就看着老爸在忙活了。把圣诞节过完了，树该拔掉了。每年就铲那么一会儿，这还是去年买的呢。看看我这老爸干啥呢？这个呢是去年我春天种的哈，我买的辣椒秧啊，辣椒已经挂了。这边种的是西红柿啊，小柿子。我老爸现在把它刨一刨，刨一刨，还要种啥呀？现在？现在不种，深挖不种啊？广积粮，先给谁也翻翻地。妈，这个也是捡的，附近村民扔的装橘子那种筐啊。然后呢，我们捡回来放了点土，做好就可以种菜了。种地的准备工作。开春种呗，这地方现在也可以种。开春，这过完年就得种。啊，过完年就种了。又火出来了，这危险的呀！哎呀，填进去，快点吧，油已经热了。看看我们今天吃啥？这啥炖啥呀？这怎么还有螺？都炖一起是吧？不对，再倒点油。好，哎，油少点。对。这个谁炖啥呀？这是肉炖啥呀？啊，肉炒辣椒，土豆炖萝卜，啊，土豆炖萝卜，这道菜一般很少吃啊，这道菜很少吃啊，娘。哪个？土豆炖萝卜。明天我天天给你整这个，好不好吃啊？来干儿啊，可好吃了。还有土豆炖萝卜呢，你看这个是新鲜肉，柴火灶大铁锅，这是昨天这个老爸钓的鱼，吃了一半，还剩一半，搁这养着呢。这五花肉真肥呀、啊！这个是昨天老妈蒸的馒头，一会儿得放锅上蒸一下就可以了。那今天中午啊，我们就是这个土豆炖萝卜，炒腊肉，妥妥的。你看这锅扒拉扒拉呗。你这个菜真是没吃过呢。没吃过啊？我这不孬吗？我没注意，这土豆炖萝卜你们一般人没吃过。哎，吃过这个菜的小伙伴很少，谁吃过谁在这个视频下方留言，我看看啊。这还有土豆炖萝卜。这菜少见，你在哪学的这个？我已经没吃过啊。哪吃过？你吃？我小时候你也没给我做过呀。我们山上经常吃这个。我们山上吃，我小时候咱家不吃这菜吧？土豆，都不喝药。山上你能好吃吗？可香了。可香了，娘可香了。没事，可香了，待会你试试。扒拉扒拉，加入生命之源。这可以多搁点汤，喝点汤去。嗯。柴火灶大铁锅，土豆炖萝卜，这个菜我很期待，什么味道啊？哎，有半个馒头啊，把这馒头和豆包放里蒸上，下面炖菜，上面蒸菜，这就是柴火灶大铁锅的传统用法啊。一锅，哎呦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浇，这掉了，这玩意掉了容易失火呀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呐，隐患显于明火，防患胜于救火，这责任重于泰山呐。哎，这个锅老妈在做这个叫啥来着？腊肉炒辣椒，对，妥妥的，一荤一素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伙食了。好嘞，出锅就用这个盛啊？能盛下不？铲子不好盛，带汤带水的，没个勺子呀。这上，没个拿个勺子吧。不，这我爹干啥呢？这会儿？去鱼呢？妈呀，这老头啥你都去呢，还去鱼呢？阿布，走！听话吗？娘，快拿个勺子来！那再拿个东西装不下呀。好嘞，可以了。可以了。装那么满。然后把这个香菜放了一层就完了呗。胡椒粉还有了，我再来点胡椒粉。呀。呀！哎呀，哎呀呀呀呀呀！啊，这个胡椒粉今天吃不上了。啥话呢？我还干不开个胡椒粉了。我把那个撕掉，不然它不就上不来？里面还有个籽。先放哪得了？妈，那么多！交给你了。这馋子不要了。这盆我就吃了，我就吃这盆得了。咱吃一盆汤多的。哎，这天冷啊，你就得大炖菜，连汤带水的，绝了，这不就妥了吗？看看我们今天的伙食，这就是老妈的拿手菜了啊，也新创的，也不是拿手菜啊，这叫土豆炖萝卜，
这个是腊肉炒辣椒，这个老妈的拿手菜啊，皮冻蒜酱，这个是咸菜辣白菜，妥妥的，准备开灶。哇，还是个炖菜，这天冷就来个炖菜吧，挺好。别说这土豆炖萝卜挺好吃啊。嗯，萝卜是萝卜味，土豆是土豆味，层次很分明嘛。那土豆还能是白菜味吗？你不夸人吗？你不会夸，做真好。啊，土豆土豆味，白菜白菜味，萝卜萝卜味。你比如夸你，你得找词儿啊，对不对？你比如夸我们，跟他说，哎呀，他这孩子长得真苗条，是吧？夸萌萌，这孩子普通话说的真好呢。那味道杠杠的。实在没啥夸了，嗯，衣服洗的真白。